梗係有啦！我今日一翻到公司，每個角落頭、每張牆啊，都貼滿曬呢個 poster。你自己會唔會？你自己都係呢類節目出身，你會有興趣代表或者？其實都有喎，因為之前我經理人話俾我知有呢個節目，咁問我有冇興趣去試下。咁我睇佢，又廣東歌，又係經典嘅廣東歌。咁我之前又係流行經典50年嘅，所以我都覺得我可以嘗試下咯，嚇幾好玩咯。你怕唔怕即係要面對翻以前嗰種俾人行嘅感覺？反而又冇喎，我覺得呢一個我會係輕輕鬆鬆去 enjoy 自己多過話啊，真係要去比賽，得就得咯，唔得咪唔得咯 ，OK。即係你都有嗰段時間，你係咪個心態都開始改變咗啦？我覺得係啊，因為以前就可能要呢一鑊食粥食飯就靠佢，即係可能有呢啲啊。但係今次我希望即係如果可以參選到，就會盡量享受嗰個舞台多啲，因為之前參加咧就冇乜點享受嘅，就壓力大過享受。阿 Sef 有冇機會咧？阿 Sef 梗係有機會啦！如果佢想參加的話，佢唱歌咁好。